明年台南就迈向四百档的时，其中吴一天代表台南甲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印书，同时嘛是伦敦苏富比艺术学院亚洲总监的 Katy Hill 博士签署合约，除了促进彼此古董文化交流的机会，就在台南推动艺术产业升级，都有实质的意义。今天是我们很大的荣幸，尤其是我们明年即将进驻建成，进驻台南四百年，所以说对我们特别有意义。那能够跟我们这个这么重要的英国皇家学院艺术院院士，也是伦敦苏富比学院艺术学院亚洲总监的Katy Hill女士博士，能够有这个机会一起签订备忘录，那能够让许多文化上的交流以及馆藏中间可以互相有交流的机会，这里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感谢，也希望能够珍视这个机会，能够促进台湾跟苏比公学院亚洲总监的交流，那也希望说将来能够建立好的这个互动模式，长长久久。双方在签约以后，嘛互相赠送纪念品。会中，台南市美术馆馆长林秋芳等贵宾嘛拢到场见证。宣告2024年台南四百活动起跑，迎向后一个百年完成的重要里程碑。台南新闻，君子林根采访报道。